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，罗永浩现在依然保持在第一位，而陈墨白在他身后紧紧咬住。这个时候任何一方都不能松劲，所以罗永浩也在使出全力。而骏达赛车的技术优势在这种逃离必争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。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前面的弯道陈墨白还有机会，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想要逆风翻盘恐怕会很困难。陈墨白的赛车现在都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，陈墨白其实已经缩小了与罗永浩的差距，可以看到他也是正在积极的寻找着进攻的角度，准备发起超车。但是罗永浩还是非常的沉稳，利用站位的优势和弯道来进行防守，把陈墨白挡的是严严实实，不给他可乘之机。来，来，陈墨白，陈墨白抓住了机会，超了。陈墨白超车了，又一次，他上演了他今年的绝地反击，真是太强了，超了！大魔就是大魔王，耶！小白哥太牛了，这一站咱们拿下冠军，下一站的比赛费用就有着落。只要拿下今天的积分，下一站只要跑进前三，就能轻松拿下年度总冠军。离终点只剩下最后一个弯角了，罗永浩仍然在全力的追赶。不过陈墨白的防守实在是太出色了，看得出来陈墨白今天对于夺冠是志在必得。把握最后的机会吧，哥哥。主弯，罗永浩又追上来了，骏达的刹车系统确实一流啊，两名车手的距离只是毫厘之间。好的，现在进入直道。来，来，陈墨白，发生了什么情况？失误吗？虽然他在奋力挽救，但还是让罗永浩抓住了机会反超重现。这是把药喝了吧？真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啊！陈墨白竟然在反超以后再被反超，痛失冠军。你还是很关心小白。现在我们还有申诉机会，咱不用惯着他。别忘了，申诉还要交20000块钱呢。没事儿，失多不养，债多不愁，该申就申吧。算了，像刚刚那种碰撞，很难说得清楚。就这么认了？那咱们也太憋屈了吧？只能说我这次发挥的不够好，甩他甩的不远。等下一场，我让他追都追不上，看他上哪撞去。哎，这么着急走啊，亚军？好好守着你的冠军，下次怕是就摸不着了。